春节快乐了，Hello，Yes，OK，RC、okay. 这一边很小人啊，圣诞节快乐。今天 YY 这一边也有两个粉丝想听这个国语版本，所以就架起来了。OK，我现在放假了，所以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做一下节目。上个礼拜原本想做节目的，等一下有 two。的哦哦哦哦，I mean，Twitch 的网址，OK，等一下，我写给你，让我写给你，OK，TWITCH，等一下，T 的的的的的的的，让我写，OK，是这个。OK，所以你是想 RC 跟 Twitch 两边双开也可以。OK，所以就谢谢了。今天其实我自己也找不出什么话题来讲。OK，基本上，全年最佳的 总选呢，OK，有很多提，提名啊，一些东西，这些。候选的提名我都已经在 Facebook 上面已经写出来了。OK，结果我想，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我去完日本之后回来之后才会公报。现在已经OK，我们开始倒数，去这个 Wrestle Kingdom 11大会的这个 trip，OK，我跟上年一样的去看 live，然后在这个礼拜的我放假，OK，所以整个星期都不用上班，OK，所以有那么多时间，那去干嘛呢？那有很多摔跤的比赛可以看呢，重看今年的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精彩的比赛，自如的。New Japan World 这一边也有一个 promotion，就是，就算你没有 subscribe 他们的，New Japan World，你依然可以到他们的网址，可以重看这25年来，OK，他们在 Tokyo Dome 这个1月4号的大会呢，可以把这。25年来的January First Tokyo Dome 大会呢，就可以看免费的，OK。所以我昨天都已经开始看92年，因为92年开始他们办这一个，OK，然后到了刚刚上年，OK，25年了，OK。那我昨天就开从。1992年就开始看，OK，其实以前中间，这个 Tokyo Dome Show 呢，中间有很多烂比赛 是以前我没有看过，或者是我听过而没有看过，所以说的，这不要说以前的摔跤是。比较好看，或者是我听很多人说，OK 啊，现在的摔跤不如以前的摔跤，其实也不是。如果你看看这几年的 Wrestle Kingdom，OK，然后再重看以前92年到95年的。他们的 Tokyo Dome Show 的，你会发现到，其实最近几年的 Wrestle Kingdom Show，随时都比以前的好看多。OK，Main Event 这一边的 OK，比如说95年的我们有Ricky 都数，Ricky 秋数，对上这个藤波，这一场 OK 的。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OK，Sting 跟 The Great Muta Faces 这个Stanner Brothers 这一场也 OK，然后还有另外一场是这个朱木对上这个慈浩，OK 这一场也 OK。但是其他的也有很多都是一些烂比赛，比如说这个 Fader 对上这个 El Gigante，这一场真的很烂，这一场真非常烂，非常烂。等一下，Sting 哪场是几年？是92年，他92年跟这个 Great Muta 搭档。对上这个Stanley Brothers 这一场是92年的，然后93年 Sting 他也有打，但是让我看 Sting 他是跟谁搭档的？OK，等一下啊，因为这个Google Translate 这个有问题，因为我去这个New Japan World 看。的时候，如果看日文的话呢，中间有很多一些人的名称，OK，是比如说外国人选手的名称呢，我是看不懂，OK，Sting 跟慈浩对上，OK，93年的，OK，Sting 打慈浩单打，OK，这个是93年的，然后 Sting 有没有在其他的年份有出席这个 Tokyo Dome 呢？等一下，应该没有，或者是我看错的，所以你们可以进去这个New Japan World，OK，我现在写一个网址给大家，OK，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网址，给你们，OK。然后你们可以等一下呢，就进去看一看以前的新日本的一些比赛，有些会比较好看，比如说长州力、藤波、朱木，然后武藤敬司、蝶野、桥本正也这一类型的选手打的话呢，就这一些比赛会比较好看，反而美国的选手去的打的东西大部分都 OK，但是不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就是啊所有人都去庆祝啊，所以很少人待在家看街舞或者是看摔跤。我以前的时候我通常这些时间我都去玩的，但是。这个年头呢，我很多朋友都已经是，结了婚，跟有小孩，所以就OK，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要因此而变了，所以就 OK。其实今天我想做一个事情，就是有你们来去提问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话题想我讲的，所以就我可以讲出来。因为我本身今天都没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讲。这个礼拜如果说新闻的话比较近一点，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说一下。OK，除非你。想我讲，比如说上个礼拜 Roblox 这个，OK，Roblox 上个星期这一场 show，其实我觉得算 OK 的啦，OK，只是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最近的 show 太多，所以他们的 WWE 的 show，如果说跟随他们的剧情来讲的话，OK，你去看，OK，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场 pay per view，我们以前的心态是一场 pay per view 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很重要的 show，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一种感觉，因为太多了，太多 show 了。RC 这边有人问，新日本这一次1月4号重量级双打冠军，把这个次也通跟世锦赛进去，
还有 NBA 冠军的安排是否只是应赛选手进去来去打了？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应赛进去的意思是临时，就是很短时间去放进去去打，还是怎么样？OK，我可以跟你说，他们把这个四野通跟世锦这个安排应该不算是临时才加进去的，OK，因为通常他们的Tokyo Dome 的 show，他们的安排，他们的 planning 都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写好的了。但是如果说因为想给四野通跟世锦之宏有一些表现的机会，才加。把他们两人加入这个重量级双打的比赛的话呢，你可以拿你也可以说是硬塞进去，OK，只是想给一些东西给 Ishii，OK，因为 Ishii 现在他也算是一个 top star 在新日本里面，OK，所以如果作为一个 top star，你不给他一些位置在一场那么特别的 show，你都不安排他打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赛的话呢，也说不进去，所以 OK 的。然后 NBA 冠军的安排，后藤跟这个柴田，OK。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是想，OK，有因为 OK 后藤跟柴田以前也打过，他们两人都有一个保证是可以打一场 extremely good match，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出来的。是我想他们把这一场比赛安排进去的心态是 OK，就是觉得起码在这一场 show 里面有一场非常坚固，有一场非常great match 的 quality 的比赛出来，我觉得他们是这个意思。同时间，我跟 Johnny 昨天做这个广东话版本的时候，我们都猜测过一件事情，会不会，他们找一个机会给这个后藤去赢一条腰带，同时间去找这个机会，再把这个后藤的地位拉高一点点。另外一方面，柴田这一边呢就让他把这一条腰带输掉，然后让他在2月份，或者是之后的时间，可以安排他去挑战一些比较更加重要的腰带，比如说 IC 或者是重量级这个 IWGP 重量级冠军呢，OK。这个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同时间，我们也看过上个星期，新日本他们公报过，一个 poll，就是一个投票，就是一些粉丝他们心目中的 MVP。OK，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柴田好像是排第二位，还是很高很高的。OK，Okada。他才排第五位，OK，他是 top five，但是他只是排第五位。然后柴田也比这个 Okada 高，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新日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 OK，现在我们有很多柴田第三，OK，Thank you，柴田第三，然后第二是不是 Kenny Omega？因为我很清楚记得，第一是内藤，第二我突然忘记了是谁，哦哦也是 OK。
第二是 Kenny Omega， 第三是柴田 ，OK，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 OK， 看到柴田他可以，他的受欢迎程度是 Top 3，他们会不会就是 OK， 我你现在拿这个 NEVA 冠军也拿了一段时间，而且也把这个 NEVA 冠军的地位呢也拉高了。拉高到一个程度都算是 OK， 所以他们有可能想就是不如在2017年让这个柴田可以挑战一些更高地位的冠军 IC 或者是重量级 OK 哦 Okada 是排第四位第五位是这个Yoshihashi OK Yoshihashi 是 Top 5，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也蛮 surprise， OK， 他可以 surpass 这个一期，所以就，但是其实投票的人也不是太多啦， OK， 然后感觉因为我现在还在看你的问题，感觉 WTL 就是 World Tag League 根本是做白工，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所谓，我自己觉得也没有所谓，反正 OK， 四野通。他从这个 Nova 这边回来，他们也想把次野放在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做一些东西，市井也是，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我自己个人想法就是这一场上达的双打冠军赛，我自己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OK。而且我现在猜测一件事情，就是，在 Wrestle Kingdom 里面，铃木实跟他们的跟他的铃木君会不会在这个 Wrestle Kingdom？当天晚上算不回来这个新日本，因为现在新日本已经把他们留在 NOVA 的人都全部抽掉了 ，OK， 昨天这个喜大外道也把他们的轻量级算的冠军也输掉了 ，OK， 所以差不多现在，新日本把所有在诺我的人都叫回来了，所以我想铃木实也差不多时候，回到新日本去做一些东西，会不会继续做这个铃木君这个故事线 ？I don't know， 可能有一个情况是Suzuki 可能只是一个人回来，然后去打一些，可能打柴田。其实他跟柴田的比赛，其实我比较想看，我比较想看他跟柴田打比赛。印象中他们两人好像没有单打过，印象中了。然后。哦，铃木打内藤也不错，这个 OK， 这个我没有问题。是啊，铃木跟柴田如果能够真的打的话，我觉得很有吸引力跟，跟会非常精彩，开烟花的一样，我觉得。OK， 还有什么问题跟话题？比如说，现在外面已经开始流传，等一下 ，John Cena 快要 SmackDown 回归，
认为 WWE 会给 John Cena 什么安排的？他会打这个AJ Styles，他打 AJ Styles，应该打 AJ Styles 的。他们总不可能让这个 AJ Styles 打这个就是赢了 John Cena 那么多次。都不给 John Cena 的一个就是一个 comeback，OK，、okay, 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总不可，他们一定会给这个John Cena 的一个 comeback 去回来赢这个 AJ Styles 一次，所以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迎接这个 John Cena 46次的 World Champion 这个记录，平了这个 Ric Flair 的 record。有人问我，Ric 觉得盖破，我觉得没有所谓。对我来讲，这些数字上面已经 I don't care anymore。OK，因为现在。这些所谓的 record 已经代表了什么了？对我来讲，已经不能够代表一些什么的重要性。OK，因为你看看现在的很多 WWE 的腰带，OK，随时说变就变，OK，随时说要换手的，就随时都可以换手。在一个没有特别的情况底下，OK，你看看现在 Sasha Banks 跟 Charlotte 这一条就已经是一个例子了，OK，Charlotte 已经就在一个不完全没有就是特别的情况，OK，他已经四次了，OK。Sasha Banks 都已经三次冠军了，OK，所以其实这个数目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的价值何在的？其实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的价值，OK，现在的所谓的 record 这些数字，这真的是单纯是一个 numbers 而已，所以概不概括，我觉得没有所谓，OK。只需要就是你把这条腰带你给了 John Cena 之后，他可以做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剧情，他可以继续吸引观众，可以去收看 SmackDown，跟去买他们的门票去进场去看 show 的话，我觉得 OK，现在有传闻说，OK，John Cena 会在这个 WrestleMania 打这个 Undertaker，OK，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scenario，就是title versus career，OK，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差不多每一年都会讲的，就是 OK，今年是Undertaker 的最后一年，差不多这一句话每一年都讲，但是每一年都是打完之后，第二年他就回来，但是今年真的再一次有人把这一句话讲出来，就是这一年是 Undertaker 的最后一年，所以就有人搬出这个 idea，就是Title versus career，如果 Undertaker 赢的话呢，那他就可以赢冠军；但是如果输的话呢，就这个 career 就完了。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做这个剧情呢？这个 I don't know。但是现在有传闻流出，他们真的可能想做这个 Undertaker versus John Cena WrestleMania。所以，如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 OK 的。
OK， John Cena 跟 Undertaker， 我觉得这一场也比较有，我觉得吸引力也 OK 的。Undertaker 打 AJ 也不错，这个也 OK。Undertaker 打 AJ， 反而 AJ Style 我暂时不清楚他在这个 WrestleMania 会干什么。早在这个星期之前，有人做了一个传闻，谣言呢，应该说是他会打这个什么球，但是这个没有这一回事。这个是外面一些所谓的网站利用 PW Insider 的 Mike Johnson 的名字来去做一些谣言，然后这个谣言也被这个Mike Johnson 打破。所以 AJ Styles 暂时会做什么？暂时我不清楚耶，因为刚刚这个星期我收到一份一个 message 是他们 WrestleMania 的排他们的流程就被流出来 ，OK。然后我也看过这一份的流程，只是我忘记了 AJ Styles 他的安排是什么。AJ 打 Shawn Michaels 不会啦，他不会打 Shawn Michaels。有一阵子的确是传过很疯，有很多人想跟这个Shawn Michaels 去打比赛，但是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有人问我对这个 Royal Rumble 有多期待 ？OK，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现在我对 WWE 的差不多大部分的 show 的期待感是，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呢，我只有5 而已。OK， 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对 WWE 的东西 ，I is enough man， enough is enough。OK， 我已经差不多对 WWE 的东西已经兴趣度真的Roblox OK，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是昨天才看的。为什么我要等到昨天才看？因为我昨天要做节目，所以我昨天才看这个Roblox， 就是当作是工作的一部分，是啊，赶报告，起码我有在昨天我做这个广东话版本的时候，起码有一些话题我应该要讲的，这个。因为我们听众的确是有些还是只是单纯看 WWE 而不看其他的。如果我不讲 WWE 的话呢，我会流失这些观众。但是我的确是看完之后要说一些真实的话，就是这一场说 OK， 我觉得 OK 的 ，OK。有些比赛是好看，比如说开头的双打冠军赛我觉得很好看 ,OK。其他比如说Seth Rollins 跟 Jericho, 我觉得是一场 solid match,main event, 我觉得是也算是 solid match。Iron Woman's match, 我觉得也 OK 的。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很肮脏一些非 bad match,OK,Brownie、okay, Strowman。跟这个
Sammy Singh， 你跟 Sammy Singh 打比赛也可以打成一场 bad match，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 Braun Strowman 做到了。然后现在流传一件事情，就是 Roman Reigns 在这个 WrestleMania 的对手是 Braun Strowman。OK， 那你可以，那你现在问我对 Royal Rumble 的期待感有多小，我就跟你说I don't know。 OK， 如果万一就是 Roman Reigns 接下来的 Pay-Per-View 打赢这个Kevin Owens， 拿掉这个这个什么Universal Title， 然后如果万一正是 Braun Strowman 赢了这个 Royal Rumble 的话，然后就当成是一个 Number One Contender 跟 Roman Reigns 打的话呢，那我就这个 WrestleMania 我就算了。有人说观众都可以排队去上厕所去，我觉得也不会，这个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我自从有时候真的你出席这些WWE 的现场 show 的，你会可以跟很多粉丝交流跟他们谈话，然后知道他们的想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怎么去想东西。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比赛烂 ，OK， 总会有人会有兴趣去继续看一些烂东西。OK， 我可以跟大家 share， 就是分享曾经一段的 conversation， 就是。我跟有一个粉丝是这个是在当天 NXT After Party 发生的 ，OK， 就是我们说到最近 WWE 的一些烂剧情呢，烂选手、烂比赛，我们都说Braun Strowman 比赛很烂，然后有很多人都认同比赛很烂，但是然后。我跟他们说那你会不会看比如说 Braun Strowman 跟谁打他们就说我依然会，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 OK， 你们不是刚才说很烂的吗？那为什么你都依然会看？我因为 WWE 我习惯了 OK， 都反正我们看 WWE 都爱 WWE， 很爱 WWE， 我就觉得没有所谓，反正都是一样嘛，都是 WWE 的节目，所以就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们觉得 OK， 就算是烂比赛没有所谓，反正是 WWE。这些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总会有人就是再烂的比赛都会会吞下去。是外面的确是有这一类型的粉丝存在。在 NXT 多伦多 takeover 周末，我看很多看到有很多这一类型的人，所以为什么 WWE 可以继续做的那么烂，都依然会有那么多人看，就是这样的。其实 WWE 的这三个字已经入了他们的血。It's in their blood, OK， 是他们的一部分 ，OK。有人
人说去年 Rex 讲过最后一场你在贵奔，哎，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有人问我有没有看过上个礼拜的 TND， OK， 我说 TND， OK， 这个 Total Non-Stop Deletion， 有看过一点点，有看过，OK， 如果你看的时候是利用一个心态是单纯是看一场 show 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好看，会很搞笑。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心态是我想去看一场 wrestling show， 一场摔跤 show 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 show 很烂，很所有东西都 out of logic， 很不合理，你会觉得很奇怪所有东西。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心态，很复杂的想法，就是 OK， 我觉得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搞笑， OK， I'm entertained， 我觉得很娱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不能说这一场 show 是非常好的 show， 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这一场 show。 OK， 因为 OK，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场 show， 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是对这个 show 觉得很烂，很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 OK This is not wrestling。 但是我会讲，就是因为现在摔跤界 OK， 无论是 WWE 新日本 TNA 所有的团体，他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些 creative ideas， 一些新的 ideas， 新的构思。Total non-stop deletion 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很新鲜的 ideas。所以如果比如说你在一年内 ，OK， 你办这个Total non-stop deletion， 其实一年办大概一次、两次或者是三次的话，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你是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一个月做一次的total non-stop deletion 的话，那我就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我看摔跤那么多年，我发现到很多团体都会有一种病，一种通病 ，OK， 就是什么人都会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如果他们找出一个 good ideas 的话呢，他做完一次有很大很大的反应之后，他们就会把这种 ideas 再扩大来做，去做更多，比如说那我不拿 WWE 的名字来做例子，比如说我办一个团体，比如说我做一个 cage match， OK， 然后做得很成功，然后很多粉丝很喜欢，然后我觉得然后我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觉得诶 cage match 好办哦，然后我们就决定做更多的cage match， OK， 然后你当开始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OK， 你就没有回头，你就 got no turning back， OK， 然后做到一个地步，当粉丝认为 OK。Cage match 已经是一种很怎么讲，很就是做到一个地步是 nothing special， OK， it's not special anymore，
我经常会拿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吃sashimi，OK，然后通常你都是一个月或者是2个月才去吃一次，OK，然后你有一个机会去日本。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东京，去 Tokyo，OK，、okay? 然后你决定就是你天天都吃 sashimis，OK，、okay? 你吃了一个礼拜、2个礼拜，当你一回来的时候，OK，你会对这个 sashimis 没有兴，呃，没在没没有兴趣，太多了，因为你吃了，没有错，Money in the Bank 是一个例子。Hell in the Cell 也是，TLC 也是。当一个 special 的东西你太扩大来做的话，你就会到最后你就会变成做得很普通。等一下，我记还在看你刚刚说的。OK，我在贵笨是有一种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不是吗？哦，你应该是说我上年的 WrestleMania 去这个theater，去 theater 看的这一次，对不对？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觉得时他。他们时间太长，OK，4个钟头，然后我看完的时候已经是12点钟，我第二天还要上班，然后同时间外面也有 snowstorm，OK，暴风雪，OK，所以我觉得就是。其这一件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讲，OK，我们这一边多伦多的 Life Audio Wrestling，这两年，OK，其中一个主持人都经常讲过，就是WWE 现在真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心态，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把我们的 show 继续办多，OK，越来越多的话就觉得这是一种好事。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OK，你的 show 多不一定是好看，多不一 OK，你的 show 的时间长，你的 show 现在很多，不一定。代表你的 show 是好看的。我们有一句英文就是 OK，quantities versus quality。OK，quantities 的意思就是数量的意思，quality 就是品质的意思。如果你给我一场4个钟头、5个钟头的 show。那这5个钟头里面，OK，你大部分的东西，我不敢说所有了，OK，你大部分的内容的东西都是很有 quality，很好的话，那这5个钟头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反正以前我看新日本的 show，他们很多时候都4个钟头、5个钟头，但是我觉得这4个钟头、5个钟头，我觉得过得很快。很 OK 的，但是如果你这5个钟头的 show，你里面的内容是不好看的话，没有 quality 的话，那我觉得你只是单纯只有 quantities 而已，这个是没有意思，根本没意思。现在 WWE 只是给我们 quantities。但是就没有给我们 quality，但是的确有，
北美就有很多粉丝，有很多观众就觉得我们有已经是好事。对啊，很多北美就观众的确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去看摔角的，他们觉得有就觉得 OK。然后如果说这个星期这场秀做得很烂，他们可以上去 Internet、Facebook、Twitter 这些地方骂完之后就下个礼拜可以继续再看。然后这个是一个 cycle， 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是一样。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很多粉丝都已经开始最近都不再看 WWE 了。所以刚才这个朋友问我 ，OK， 我期不期待 Royal Rumble？ 我可以其实跟你说，我真的不期待。但是如果不看 WWE， 其实也外面也有很多很多选择。刚才这个礼拜呢，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去看 Stardom 这个日本女子团体的比赛啊东西。我很喜欢这个宝城，很喜欢Shiraiyo。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我这个是我会怎么讲退战给你们的。 OK， 这个 Stardom 下年呢英国 Tournament 有信心吗？我觉得 OK， 这个我会有信心。反正这几年英国真的出了很多好的选手，我觉得他们办这个UK tournament，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也觉得应该会很好看，所以我UK tournament 我会有信心。而且关于这个 UK tournament 呢 ，OK， 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 OK， 在2008跟09年。大概中间这一段时间呢，其实 WWE 有一种想法，有一个计划，就是他们想做一个我忘记当时候是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做Satellite Global Promotion。Satellite Global Promo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 OK， 他们在英国去做一个developmental 的团体 ，OK。就是好像以前OVW 或者是他们在Florida 这个 FCW 就是现在 NXT 的前身一样的 OK， 就是在英国去放一个团体，日本一个团体，然后密斯哥也是一个团体之类的 OK。但是当时候WWE 没有办法做这个所谓的satellite promotion 的原因，就是 OK， 他们当时候没有办法做，原因就是因为很难，你要在海外搞一个属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 satellite 团体，是非常难的事情 OK。其中一个问题是 ，OK， 你搞了这个团体之后 ，OK， 你都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去帮你这一家团体去推广出去。然后你自己本身要跟
一些当地的电视台来去 deal，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现在 OK， 2016年他们对于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 WWE Network， 他们可以把这个，比如说 OK， 他们现在真的搞了这个英国的团体，然后就把这个团体的 show 放在他们 WWE Network 来去播放，那就利用他们自己本身的平台来去做推广。所以其实这个 UK Tournament 可以说成是一个 experiment， 一个实验。OK， 就是试一下 OK 这个tournament 成不成功，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呢，我可以，我不敢说保证，但是我可以说是很大机会。 OK， 他们未来会搞更多类似的 tournament。 OK， 现在他们搞这个英国 tournament， 未来他们会办这个日本的、密斯克的，或者是印度啊，什么其他国家有摔角的国家，他们都会办。然后办完之后就是啊，女子选手他们下年大概三月份就会做了。主 OK main roster 这一边就真的完全不是Triple H 可以掌控，但是其实这个 satellite promotion 的情况就是 OK， 你WWE 在比如说外国 OK 办一个团体，到时候是谁负责的，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的。 OK， 假设 WWE 在英国搞真的成功的搞了这个英国的 satellite promotion 的话，他们可以安排比如说William Regal 或者是 Nigel McGuinness 这些人去就是让这些人负责去当安排去负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 OK， 他们可以找 Tajiri 以前都在日本也搞了团体，搞过一家团体，两家的应该说是一个 Smash， 还有后来他也办过一家叫做Wrestling New Classic。所以这个 UK Tournament 其实作为观众的话呢，我很期待。如果作为一个自解的话，一个 journalist 的话呢，我也会很就是很留意跟观测究竟这个 UK Tournament 办成怎么样的。因为如果真的办得成功的话呢，他们有可能真的会可能在这一两年内就会开始着手去做这个satellite promotion 的这个计划，我觉得。但是同时间这个也有可能会对一些独立团体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要办这个satellite promotion 的话，他们的确是要签很多当地的选手。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独立团体也很担心，世界各地的独立团体其实也蛮担心，所以未来这几个月 ，OK，
2017年的年初呢，你们都会开始看到一件事情，会看出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独立团体呢，就会组成一个 alliance， OK， 就会组成一些联盟， OK， 就是大家 OK， partnership， 就合作。就可以让自己一些有合作过的选手，就可以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比赛，可以打。假设比如说 Smash Wrestling， 我有几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 regular。比如说，假设我搬出几呃几呃好几个名字出来，好了，比如说 Scotty O'Shea， 或者是Brad Banks， 或者是还有什么 John Creed 这一些的，OK，然后 Smash 跟可能某一些对于团体合作，比如说The Destiny 之类的，OK，然后他们可以安排这些人可以去。Destiny， 这就是在一些他们的空档期，的时间，可以安排他们去其他的地方去打比赛，可以赚多一点钱。所以，坐上WWE 的 offer 来到的时候，OK，他们也有多一个选择，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OK，如果任何选手当一份 WWE 的 offer 到来的时候，他们都可能90%的机会都会跟 WWE 签约的，因为如果说钱这一方面，OK，你根本不能够跟 WWE 抗衡。因为 WWE 可以很愿意花很多钱，可以把什么的选手都可以把他们挖走。但是如果一些独立团体可以提供一个平台，或者是提供一个环境，是可以让一些独立选手可以多一点机会，可以赚多一点钱的话，也可以让这些选手有一个有多一个选择，可以去就是思考一下，OK，究竟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WWE？没错，Smash Wrestling 就和 WWE 就是参胜呢，就跟他们唱过一下。其实 Smash 这边也被这个WWE 牵走了很多人，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啊，Smash Wrestling 这一边有什么人？有什么人会打的？比如说 Johnny Gargano、Drew Gulak、Beef Music，还有还有哪一些？还有哪一些是以前是进去打 Smash Wrestling，后来打 WWE 的呢？大概这三个了，大概这三个了，OK。所以后来 Smash Wrestling 这一边都很难找这些一些 Top Star 来去跟他们的团体来去打，所以后来他们就跟很多团体合作，比如说 CZW、Progress、Chikara 这一些的。就担心 WWE 是花钱来去 bury 选手，OK，bury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其实，
I don't know，但是有时候就是 OK，也是OK 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就是如果站在选手立场，OK 站在一个选手的利益的立场来去看的话，OK，当然我们都希望选手可以赚多一点钱，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过得生活比较好一点，OK。所以，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看的话，OK，我们支持任何选手可以签到 WWE。但是同时间，你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选手进去 WWE 的时候，OK，他们。出来的表现，OK，或者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之前看到你加入到 BWE 之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OK，假设 AJ Styles 是一个例子，OK，他在新日本里面很强，OK。做的故事线我们都很喜欢，OK，都我们觉得他是一个 badass 之类的，OK。然后他现在去 SmackDown，OK，他现在是这个Heavyweight Champion，OK。但是他要跟这个 James Ellsworth 做这一些很无厘头的剧情。OK，我私底下有很多朋友跟很多粉丝都是之前看新日本的时候很喜欢 AJ Styles，看完这个他跟这个 James Ellsworth 这一段剧情之后，OK，他们依然喜欢 AJ Styles，但是没有再有一个兴趣更冲动。让他们继续去看这个 AJ Style，就他们 lost interest，他们不想看现在 AJ Style 做的这一些的剧情，所以这个是很矛盾，OK。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跟话题？Cody 在 Wrestle Kingdom 11的对手 Juice Robinson 有什么感觉？这一场我很担心，我担心是什么事情呢？我担心这一场是上厕所的位置，我觉得是。上厕所时间，OK，因为问题是，究竟现在新日本这一边，或者是 OK 日本，大部分的观众，他们怎么看？这个 Cody Rhodes 这个人，OK，他虽然是以前 WWE 的选手，OK。但是他不是一个 superstar，OK，他没有到达一个 superstar 的 level。而且他打的风格，OK，跟新日本这边的风格也好像是，其实当初我听到 Cody 会去新日本，我觉得 OK，起码你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打，但是风格，OK，我不觉得他的打的风格是适合日本这一边的风格，我就一路都认为这个，所以当初我听到他打这个 Shibata，
他打柴田，我觉得那个两边风格都好像是怪怪的，我觉得。所以其实问题是 ，OK， 日本这一边的观众 ，OK， 究竟有多少人是认识 Cody Rhodes？ 第二，有多少观众是 care Cody Rhodes 这个选手？如果不 care 的话呢，那 Cody 跟 Juice Robinson 这一场呢，就会变成好像上年呢，Wrestle Kingdom 10 OK， Michael Elgin 跟 Jay Lethal 这一场的这个情况了。OK， 你们知不知道当天Jay Lethal 跟 Michael Elgin 打这一场 ROH 冠军赛的时候是发生什么情况？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因为我当天在现场，我跟 Johnny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粉丝，我们三人一起在现场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当 Elgin 跟 Jay Lethal 打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去厕所，很多，因为问题是 OK， 他们是喜欢 Elgin。但是问题是他们不懂这个 Jay Lethal 是谁。OK， 如果他们不懂的话 ,OK, 那我怎么去 care 呢 ?OK, 而且他们打的是 ROH World Champion。这一条冠军跟我们日本的团体完全没有什么关系。OK, 虽然 OK, 没错你现在 ROH 是跟 新日本合作的。OK, 但是这一条冠军根本不属于我们的。OK。他们 OK， 单纯是喜欢 Elgin 而已 OK， 但是问题是这个 Elgin 的对手是一个我们不 care 的人去打一个不 care 的冠军的话，那观众就是整体都不 care， 所以他们就在这一场比赛，当 Elgin 跟 Jay Lethal 出场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很多观众，很大批的观众去上去厕所。所以这个情况呢，我随时都觉得就是会发生在 Cody 跟 Juice Robinson 这一场。因为 OK， 究竟现在有多少人会认识 Cody Rhodes 这个选手是谁？就算认识 OK， 他们会不会 care Cody 这个人？所以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是，今年 Wrestle Kingdom 11上厕所时间是哪一段呢？我觉得是Cody 跟 Juice Robinson 这一场。那 Adam Cole 跟 Kyle O'Reilly 这一场 OK 也是没错，也是 RH 的冠军赛 OK。 那 OK，这个我不肯定 ，OK， 但是我比较有信心这一场不会是上厕所时间的原因是 ，OK， 因为起码你 Kyle O'Reilly， 他这一年内都有在新日本里面有打过，而且很多观众也蛮喜欢他打的东西，他也打了好几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在这个 Best of Super Junior 这一边，他跟 Kushida 打了好几场非常精彩的 OK， 然后他跟 Bobby Fish 也有赢过这个 IWGP 的双打轻量级冠军，所以观众也认识他，也对他也 OK。 Adam Cole 他自从这一半年来加入了 Blue Club 之后，他也有在这个新日本打过好几场比赛，也有一点观众的反应，所以呢，这一场就算有观众去上厕所，我觉得应该不会好像之前 Elgin 跟 Jay Lethal 这一场的那么多，所以这一场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的应该是 Cody 跟Juice Robinson 这一场的。
OK，还有什么话题？哦，还有Juice Robinson 应该是今年其中一个最有进步的选手，他也开始在新日本的表现也开始懂了怎么去打一些日本风格的比赛，他开始懂了怎么去抓住一些观众的反应了，OK。啊，还有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说到这个Cody，OK，其实之前2年之前，当 AJ Styles 一进去新日本的时候也是差不多，OK，开头的时候其实AJ Styles 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大的，OK，当初他一进去立刻打败这个Okada，赢了这个 IWGP 中量级冠军的时候，其实很多观众也觉得莫名其妙。是后来，当同一年 AJ 打了这个 G1 Climax 的时候，观众才开始接受他。所以其实以前 OK 好2个星期之前，我在广东话节目这边讲过 Cody 出现这个Wrestle Kingdom 的问题的时候，也有人也搬出 AJ Styles 的例子的时候，我也把 AJ Styles 当时候的事情也讲过。就算是 AJ Styles，OK，擂台的表现是 best in the world，OK，他当初一踏进这个新日本的擂台上面，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所谓的get used to，OK，need time to get used to the environment，就是要一点时间来去，让他自己去适应，当地观众的反应，那一些观众呢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去适应这个AJ Styles 的这个人，所以有人说，OK，之前Dave Meltzer 跟我也有说过，就是那 Cody Rhodes 自己也有说过，他会去打这个Shibata，那为什么现在 Wrestle Kingdom 会打这个 Juice Robinson 后？我大哥，他如果在一个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确认的情况底下，OK，你安排 Cody 去打Shibata，OK，万一这一场比赛，OK，他们两人没有办法去，就是大家的风格去配合的话，OK，你这一场比赛随时都会出现问题。如果在外国的情况底下，你安排他们两人打，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在日本这边打，就是一种就是你要在日本的环境底下来去拿反应，OK，开头可以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掌握这个办法的时候，那所有东西都很容易，但是你开头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去揣摩怎么这个办法是怎么去做的。OK，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想我讲的？有肚子已经开始饿了。OK，我们现在是。早上9:48，个人喜好问题。Luke Harper 在 WWE 有没有可能被重用啊？我觉得Luke Harper 他的极限应该只有 IC 啊，双打啊这一些的。OK。
IC 跟双打已经是路哈伯的极限，因为WWE 是很看重外形的一家公司。Luke Harper 他打比赛，我觉得应该是 Riot Family 他们所有人。OK， 我不暂时不把这个Randy Orton 计算在内啊。OK， 比如说我们看过以前的，比如说 Aaron Rowan， Braun Strowman。还有 Luke Harper， 他作为老大自己本身，我觉得 Luke Harper， 他是他们四个人当中打比赛打最好的一个。你个人很喜欢。Luke Harper 很好，但是说实话，他应该，我看不出 WWE 会，怎么去重用他。就算是重用，我觉得他们都只是把 Luke Harper 放在一个是IC 跟双打的一个位置，他应该不可能去争夺一些。May event title 的之类的，他应该不会。沙包就应该不会太严重，我觉得沙包应该是Arrowen 这些的位置，他应该不会到一个所谓的 jobber 的地步，应该不会，我觉得。只是他只是放在一个位置，就是 just another guy 的位置啊。我教你们一个形容词 ，OK， 因为我看到跟自己以前都经常用 jobber 或者是 mid carder 来去形容一些现在 WWE 的中层位置的人呐、啊、，OK。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just a guy，just another guy，OK，、okay? 就是一个普通人 ，OK， 单纯是一个普通人 ，OK。正面自己的想来想，是 Harper 帮 Wyatt 跟 Orton 去赢，一个 sidekick 一个助手，我觉得OK。好了，差不多10点钟，我想我去吃一点东西了。因为肚子很饿，肚子很饿，所以就暂时结束今天的节目了。OK， 有什么问题跟什么有什么话题跟问题想我讲的话 ，OK， 我建议大家一件事情 ，OK， 不如我们做这个了 ，OK。以后有什么话题跟问题想我讲的话，在 Facebook 这一边呢，就给我一个私讯 ，OK， 给我一个 message，OK，、okay? 然后呢，我在某一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把这些问题呀、啊，你们想我讲的话题，我都会把所有的都会讲出来 ，OK， 我们现在开始就做这个事情了 ，OK。但是今天呢，我就休息一下，去吃一点东西，真的很饿了，开始很饿了，所以就，谢谢大家，圣诞节快乐 ，OK， 我们下个礼拜 ，OK， 应该下个礼拜我也可以做节目的，我去日本之前 ，OK， 所以就谢谢大家了 ，OK， 拜拜。